前两个可以讲出来，后面那个在心里想就好了。好，你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嗯，看着镜头，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快点出来，大声说。快点哦。吃香的巧克力。好，好，第二个嘞。玩玩具。玩具，第三个在心里想就好了。想完就可以吹蜡烛了。好，好，吹。用力。用力。把它切，假装切一半，好，这样切下去就好了。不是啦，不是干嘛从蜡烛那边切，这样子切就可以了。Yeah.